下。好，来左手边，举杯。好，好，来视线到中间。好，中间，中间看一下。好，这边这边。好了，视线好。现在吗？只要就松了、啊。我觉得现在啊，期待很大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越期待就越希望自己做最好。对，但是现在过去的就整个就松了，就想啊没了，就觉得哦再一次嘛，对啊，想再一次这样。对，现在是真的松了啦。刚刚哭应该是意料之外吧？没有，完全没有想到吧？对，我很讨厌哭，我很讨厌哭。然后刚刚是。而且我刚刚就是一直忍，然后但是他就是一直掉的那一种哭，就是一个你知道完全控制不了的情况，然后直到好像第二趴的副歌才回来收一点，然后因为接着不是唱那个现在你是怎样的人，其实那一趴我故意从如果到人生没有如果的那个都非常贴近我自己，所以那个歌词一字一句，然后再加上今天的气氛，所以对就哭了。